真心话舞台，对谁的第一印象最差？干嘛？不能唱。他那个时候很凶，我们怎么样很凶？就他们不敢讲哎。谁会耍心机的心机女？谁是云溪？云溪是表情包。专业向谁要看呢？对嘛？那谁心机嘛？走心了喽。谁素颜差最大？只要被抓出来素颜的，我们就卸妆。拉拉队谁卸妆差最多？